片开始之前，如果有兴趣想要买树木的朋友，或是有想要造景的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小老鼠063MBHC。然后今天是什么活动？看我们装了那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又想着我们要去哪里？对，我们今天挥军北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参加了一个 Hyphen 跟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举办的一个 VIP 招待酒会，把我们的植物跟这些艺术品挪上来做一个空间布置。很感谢这一次邀请我们的 Hyphen， 非常感谢。我们影片继续给他看下去，够。空空荡荡如也，我们今天在 Hyphen 布置一下，看看现在最流行的东方的风塞布置起来如何。小心上面，小心上面。再过去要相接，相接，平行相接，对，手忙夹着，所以。OK， 以上就是布置完了，看到了我们布置中的一样，看看我们把它布置在艺文空间里面，看看大家的成效怎么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领导的触米桃味。想了解更多台湾名园庭园美术馆，请追踪我们的 IG 跟粉丝团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